好像台湾那个珍珠奶茶，那个摇摇摇珍珠奶茶的娃娃。好吧，瑶瑶。瑶瑶自己站起来呀、啊。瑶瑶站起来学姐姐跳舞。不接送的衣服真漂亮，对不对？要站起来。好，你扶他手，牵他手就行了。对了。好了，慢慢放掉哦，慢慢放掉。罚站，不准动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耶呀呀，耶！好棒，瑶瑶！啊，这时候公主出现了。